生咧，请嚟留步噶，因为阵间咧仲有一个奖，麻烦你要颁发嘅。请罗生你留一留步噶，跟住有奖项要颁发啦吓。好多奖啊，今晚，因为呢个就太叻啊。系啊，呢跟住落嚟呢个咧就系隐形山庄最佳演绎大奖。在我手上了，看看誰先看。最佳演繹，我都很想知道是誰。隱形山莊最佳演繹大獎的得獎者就分別是三號董春輝和八號李華。恭喜三號董春輝和八號的李華。三號董春輝今年19歲，來自哈爾濱，他的職業是一位學生。恭喜你，董春輝。好啦，跟住八號嘅李華咧，今年23歲，嚟自廣州，佢職業係一位模特。恭喜！還有26號的王燕妮，24號的楊凱迪，還有20號的選手王林。恭喜恭喜！5號选手郑罗倩，15號选手周传杰，33號的选手彭文。彭文昨天刚刚过了他的生日啊，生日快乐，最好的礼物了啊！37號选手范威。啊，好紧张啊！剩下最后两个名额。分别是你们说几号？还有最后两个名额，31號显色力，最后一位，他就是36號陶源。好，恭喜所有，恭喜进入决赛的选手，希望你们陶源发挥得更加出色。好，恭喜陶源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我们今天的半决赛呢？结束了，千万不要忘了，到了明年就是2001年的1月13號，将是决赛的日子。我们要感谢这58位选手，也要感谢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。无论是胜出的选手还是落选的选手，他们都是成功者，让我们祝福他们，祝他们在今后的生活学习中取得更大的成绩。没错。好，敬请朋友们关注我们在1月13號举行的总决赛。谢谢，谢谢。今晚我们的半决赛到此结束，谢谢各位，晚安。